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本期视频我将带各位把小岛上的所有宝箱都过一遍，还没有开荒的小伙伴直接跟着做就可以了，保证你一个宝箱都不漏。已经开荒过的小伙伴也可以查漏补缺一下，毕竟这个地图可是限时的，等1.6过去了，你这些宝箱可能就拿不了了。那么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。
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快乐玩原神的话，一定要给个关注，长按点赞三连支持一下。我是冰糖，我们有缘再见，告辞。